有请二位新人共饮个交杯美酒。您上这干嘛来了？我们没请您。我孙子结婚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家族に見放され、老人ホームにやってきたグオさん。你干什么？你想偷我的钱？这是钱啊！老糊涂了，怪可怜的呀。人生の終着駅で出会ったものは。这就是超级变变变，这是我模仿的节目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就是咱们也可以玩嘛。仮装大賞出場に向けて猛特訓が始まった。パパイ、パパイ、快叫救护车，快点！而且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许玩这么危险的游戏了。还有谁想到天津去参加比赛？我能去。我也去。咱们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想出一台新的节目。可有一条，一定要保密。咱们偷着走。高兴是死啊，不高兴也是死啊，我想高高兴兴的去死。我一定帮着你完成这个心愿。人生最弱の仲間と人生最高の舞台へ。グオさんの仮装大賞。哎，还有我呢。